厉害，清单也出来了。但是问题，这个贸易战到底是一个关税战，还是个政治战，或者说这个里边还有其他我们看不清的东西？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 ，MIT 的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博士啊，同时也是金融专家金融朱博士来跟我们互动。金博士，你好，你怎么看贸易战？这个我们我可以很乐观的观点看这个问题的，我觉得很乐观，因为现在差不多一个时候，对中方而且对于美方很好那个调整所有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了，所以趁着这个机会，两方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政策的话，这世界会那个遇到更繁荣的。哇，那么乐观，也就是我很乐观的，我乐观。等于像股市到了一定的时候调整一下。对，调整一下，然后呢就朝上面冲了。这是一个另外例子吧？如果有赌场。有一个赌博的人继续定，永远定到赌场会破产了。所以那个有一个赌博的人赢得太多的话，他们应该有一个时候有调整有规则，现在那个时候了。那么就是按照你这个赌场的这个刚才那个比喻的话，在过去的20年当中，如果以中美来看的话，到底谁是赢家？那在贸易上难道中国一定是赢家吗？但大家计算的方法不一样。我觉得中国一定是赢家，因为中国采取了以前南朝鲜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所以因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个需要汇率的降价的汇率，降价的汇率，对，所以维持这个的而且中国政府采取了产业政策，所以他们推动的保护了那个中国国内的市场了，帮助了出口的企业的，这个是果然那个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个已经达到了不能继续下去的程度了。那么如果从特朗普的分析来看的话，你这个讲也有道理，因为你看中国的基本建设那么快的上去了，美国的往下走，对，中国整个在20年当中应该是一个赢家。对，那么调整的时候怎么调整？那个我觉得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现在我们只看这个贸易摩擦的这个细细的部分的话这个什么非关税壁垒啦这些问题是应该调整，可是最终的调整是汇率的调整是最终的调整的，所以汇率的调整牵涉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了，所以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那个汇率到变成正常，这样的话两个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小的。好的，非常谢谢这个金博士给我们的分享。那么不管怎么样，到底是中国在这个调整当中是调整的越来越强，还是在这个当中调整下去，美国是不是像特朗普讲的会再通过这个贸易战会更强，还是说美国在这个贸易战当中自伤那么我们下次请金博士再来谈。